Hello，同学们，我是薛老师，节目系。OK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样做 Google Meet。OK，来，我们打开 5M 班的 Google Classroom，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就按这个连接。OK，它就会转去这一面。OK，记得同学们，你们上网课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 speaker 关掉，camera 可以打开。OK，然后我们按 Join Now。Okay, 这个打叉，OK，这一面就是我们上 Google Meet 的页面。OK，同学们，你们成功啦！OK，同学们赶紧学上来，我们要做网课了。OK，谢谢大家。